跟谁俩呢？啊，这屋挺好，我要了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你也要一起睡啊？谁跟你一起睡呀？你一天净想着美事儿呢。你出去，我留下。你让谁出去呢？你出去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谁动手了？我说啥意思呢？我说你这，对吧？长这么壮实，这么男人，就白胖了。你说你那个，那他哪什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老弟啊、哦，这今天我给你面子，听着没？换以前，我跟你说我。好吃吗？还行。你感官有问题吧？好。哎呀，什么人呢？吃的太好了，我吃。这啥玩意儿？这是？这全是零热量的，你都能吃。我说俏俏，你是不是饿糊涂了啊？我都1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你怎么还拿这零热量的这糊弄我呀？我都快饿成照片了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大肉，肉肉，明白不？公司不让你吃肉。公司在那儿呢，人家都上天，还能管着我了吗？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，你先给我找，给我拿高热量的啊！我要卡路里，卡路里。给你吃这个吧，全是肉和卡路里，还有淀粉。许墨，你也吃点吧，光忙活他了。我不饿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住的地方你解决了吗？你别给我提这事儿，你一提给我提这事儿我就闹心。让俩女的把地方给我占了啊？照着你也是的，你怎么没事先把这地方给我占好呢？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好意思呢？你好意思跟女人抢屋啊？我跟我助理说话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也没地方住吗？我都没说什么。啥意思？你要跟我一块住啊？啊？我才不跟你住。可以啊，反正你不也那什么吗？啊，真是啊，那个那行，但是咱俩事先约法三章啊，我警告你，晚上睡觉你要是打呼噜磨牙嘎巴嘴，我全给你堵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些毛病我全有，而且我还会举一反三，跺脚、挠墙、梦游，半夜睡醒咯咯笑。你名儿都记不住，这些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呀？可能是因为印象太深了呗。喜墨，你变心变得也太快了吧。他晚上害怕，不敢一个人睡。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想跟他睡的话，太损了，你这病也太损了吧。要不然就我和你一起。我跟你一起住，我跟你一起住，我跟你一起住。我去帮你铺床。我哪有床啊？你的床。这是我吃的。吃住行，举一反三吧，没问题。来，你给我行一个来，我看你怎么行来。
了。